我和他在一起一年了，之前他向我保证只对我一个人好，而现在他还是有很多异性朋友，让我心里很难受。我这人性格挺活泼的，结交的朋友很多，我觉得这很正常，可是他总是疑心病很重，我希望他能对我有点信心。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徐26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小吕25岁，来自河北，总经理助理，有请。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啊。你这是读研还是读博呀？我是读本科。啊，26岁还读本呢？不是，我是之前读过一年大学，然后那个想去当兵，然后又当了2年兵，回来之后想再冲刺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哦，然后就导致现在还在读本科。啊，那挺好的，生活经历也比较丰富啊。是你主动追求的人家是吧？我看你其实不算主动追求吧，就是对，那个时候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同一家艺考机构培训啊，然后那个时候只是朋友关系，等于说真正在一起是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也都差不多同岁嘛，然后家也都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总是找他聊天啊，就是关心他什么的，后来就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了。哦，今天为什么来？今天就是想控诉他，他就是一个大众情人，他就是一个大家暖炉，他就唯独就不暖我。他怎么个大众化？我们听听啊。就是他退伍回来嘛，就是相亲，特别夸张，前前后后他相了20多次亲。不是相亲没事儿，这没干嘛呀？对，关键是他现在手机里就是有1半以上的就是相亲对象还在联系，这个不夸张吗？留着微信的就是处成朋友了，我觉得很正常的，谁身边没有一些异性朋友？是是是，我跟那些异性朋友就是真的很纯洁。哦，这人家是纯洁的啊。没有，主持人，他跟他前女友也还在联系呢，就我光知道的就有4个，而且还跟他前女友出去吃饭都背着我，我当时都不知道，后来我看他手机才知道的。我跟我前女友是因为我在大学嘛，我这个年纪不可能跟家里要钱要生活费，我需要经常找一些兼职啊，暑假工寒假工什么的。我前女友在帮我找这些工作，我发了工资，我觉得我请他们吃顿饭也理所应当的，我觉得是。行行行，他手机里还有很多就是那种交友软件，他就没事闲的就在上面聊各种小妹妹。就上次我有一次看见，就是有个女生就是跟他说就睡落枕了，就颈椎疼，他这人特贫，他就跟人说，哎呀，那我给你揉揉吧，那我就祖传的手艺。就还有一次一个女生给他发照片，就那女生长得挺漂亮挺白的，他就跟人说，你好白呀，你吃什么保养这么好呀，教教我呀，能不能来唐山找我玩啊，就说这样一些话，我觉得真的是受不了。对，这个我没法帮你说了，你解释吧。这个其实在遇见他之前，我以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她是我初恋，处了2年，就是之前我就是把整个心全都给她了，但是有点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她突然有一天跟一个认识2-3天的还没有见过面的男的跑了。哦，就是当时给我打击特别大，然后那段时间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我从150多斤瘦到了108斤，最瘦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也是上大学嘛，学也读不下去了，书也念不动了，天天浑浑噩噩的，然后又开始抽烟喝酒。我这一想，我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这我才选择当兵，然后琢磨着2年的时间足够让我忘记这个女孩了吧。然后我没想到的是，我在部队白天训练很累，晚上特别困，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然后我就熬，终于熬到退伍了。就回来之后吧，躺在床上就脑子里总是在想以前的事儿，以前那些特别快乐的时光，我跟那个女孩的。然后时间久了，我不能闲着，我真的是不能闲着，我就开始下载社交软件，我在上面就跟他们聊天，我一旦停下来我就胡思乱想，所以我就一直聊到了现在，我也改不掉这个毛病。哦，那你还想前女友吗？初恋。想。那你就，但是怎么说呢，比起初恋的话，我更喜欢的是她。不对啊，你更喜欢的他，按你那说法，你那初恋让你从150多瘦到100零几，然后每天都是思念，现在有了他，你就应该全身心在他了。就是因为还有那些小姑娘呢，就是因为他的出现，就是之前我那个初恋嘛，把我伤得挺深的，我那个心都碎了。后来我不是又处了4段吗，然后那4个女的就是没有人愿意陪我，没有人愿意跟我聊天什么的，不像是处对象的，只有他给我了一种特别温暖特别温馨的感觉。
然后也是他在帮我把这个心一点点捡起来，一点点缝起来啊。所以慢慢的，我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爱他。对，那你干嘛还在那软件上面给人揉肩膀啊？哎呀，你好白呀！因为我是学生嘛，他工作了。然后我发消息他回不了我吗？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是吧？但是我从来没有跟那些人暧昧过。现在我基本明白你初恋女友为什么走了，跟一个认识两天都没有见过面的人能走，和你这段关系他得多糟心呢，啊！所以你得反思反思，撤销。是，就差不多了吧？没有，就还没到底呢，是吧？就还有更夸张了呢，他就甚至跟我闺蜜都走得特别近了。他这个人就好像特别会讨好女生就像有一次我闺蜜失恋了嘛，然后他就跑过去给人家微信上就推了好多男生，就一个一个特别详细和细心的跟人介绍，就这个男生怎么怎么好，这个男生怎么怎么适合他。就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对我的事情都不如对我闺蜜的事情上心。主持人，我跟她闺蜜也是朋友，我俩处之前就已经是朋友了啊。我也是在帮她走动她跟她闺蜜之间的关系，而且我跟她闺蜜就是很纯洁、很纯洁的友情、朋友那种感觉。你上次气我那事儿呢？就有一次主持人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就她当着我的面喂我闺蜜吃饭，就她特神奇，她拿着手机就喂完吃了之后就拿手机镜头对着我，就故意看我那个生气的表情，就真的不是我小心眼儿吧？哪个女生接受得了自己男朋友喂其他女生吃饭呀？我就是跟闹着玩，我没想到他那么不禁闹，把这个事儿也说出来了。纯洁的关系对吧？那就很纯洁，这就算探底了吧？对，这就是最底线的东西了。就反反复复说过他很多次，让他把他那些前女友啊删掉，把那些交友软件删掉，他也不删掉。就而且他对我的好就是让我感觉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他生活中根本就不关心我就我之前租房子就在外面一个人租房子，那个时候我们签的不是那个三方合同，是我跟中介签的，然后中介跟房东签的然后我把钱给了中介，然后中介没有给到房东，然后那个时候房东也是因为利益受损嘛，就是带着人就过来就要清退我，当时就挺夸张的，他带一群人过来就踹门，把我们就大门给踹开了，踹开之后他们就冲进来就把门锁就给换了我就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把自己绑锁在卧室里，然后他们就在外面还踹门就让我滚，就那种，就我一个女生那我多害怕呀，对不对？我当时我就给打电话，我说不管你现在手头里你有什么事情你都必须得放下，我觉得我安全都受到问题了，你是不是应该过来陪我？但主持人他没来。不是我干嘛去了？不是我不来，因为当时是在暑假，我暑假当时是打两份工，白天当服务员，然后下了班晚上回来是在酒吧当驻唱，然后我们驻唱是两个人一个班，从8点到凌晨2点。那天我刚唱完歌，我下来看见他给我打电话，我给打回去了，我说宝贝怎么了？然后他把这个事儿跟我说了一遍，然后说了一遍之后，我说那个宝贝，我第一我是确实走不了，因为一个驻唱唱不了这么长时间。老板肯定会骂我，而且我得挣钱挣学费。第二就是这个中介这个事儿，你跟中介好好聊一聊，就是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我第二天第三天都行，咱们搬家走，我再给你找一个新的住处。然后我说你去找中介商量商量，他不去找中介，这一条就我跟他说了就没用。然后说了就没用，然后没用之后，那我说他们是不是踹你门在威胁你，那我实在没办法，我给你报警吧。因为我去的话，就算我今天没事我去了，我真的是帮不上什么忙，很可能我会在门口遇到中介，可能这个冲突就会升级了，我觉得我去的话也是多余。就主持人就他给我的爱就真的是暖不到心窝子里，就完全都是一些很表面，就动动手机给我发几句安慰的话，你就是总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不在我身边，让我感觉你根本就不爱我。后来那事儿怎么解决的呀？那天晚上房东就没再来，然后过两天我给他收拾收拾行李，给他换了一个新的房子，就当天就没去呗。没去。你也不担心啊？我不是不担心，我当时酒吧也不放我走。刚才姑娘谈到了，在这段爱情当中，其实你的感受并不好，对对吧？日常交流多吗？就其实我之前还是跟他日常交流比较多的，我之前是做那个少儿口才培训的，闲的时间比较多，然后我就经常会在微信上跟他聊天什么的。就是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是一个挺需要陪伴的人，就这句话我到现在一直记在心里。但
但是换了工作之后吧，就时间比较忙了，我就没有时间去陪他聊微信了。嗯，他就反过来去指责我，就说我没有时间陪他了。我没有指责你，没有说你没时间陪我。主持人，就是你感觉这一个女孩才二十五六岁，然后天天陪着他们那个领导出去应酬，你觉得我能放心吗？啊，男女之间有那么纯洁的友情，当然会有纯洁的上下级关系了，咱得放心呐，对不对？我不是不放心他们的老板，我不放心的是跟他们一起应酬喝酒的其他的男人。你不要把男人想得那么坏，我们只是因为寂寞，所以我们给小姑娘发，我们给你揉肩膀，我们只是因为寂寞，我们说你白，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很纯洁的，你想多了啊。我不想让他从事这个工作，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他、哦、等等，你是想让他换工作是吧？对，我想让他换工作。哦，就是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俩还挺开心的，自从他换了这工作之后吧，我感觉我跟他的距离突然就变得特别远了。心远了是吧？不是，主持人，我觉得他不懂我、哎、啊。你们俩现在是不是经常争吵啊？太多了，也不懂你，现在一直在闹分手。哦，闹分手啊？其实也不懂你，又在突你的底线什么的，分了不就得了吗？我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之前下过好几次决心想跟他分开，但是就每次他只要是一跟我示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就还是想跟他好，就因为这个样子就反反复复就挣扎很多次，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还是挺重感情的人。我想拒绝，但是我却害怕失去，是吧？对，我主要是不喜欢他从事这种工作很繁忙而且接触异性太多的工作。对，他也不喜欢你跟前任啊前女友啊和那些相亲对象，包括你用社交软件去聊的那些非常纯洁友谊的朋友，你愿意改吗？我可以退一步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社交软件全部删干净啊，但是说因为我的圈子就是十成里边有七八成都是女生，你如果让我删掉这微信里边的前女友啊相亲对象啊包括其他的异性朋友啊，我可能做不到，因为毕竟那是我的圈子，那是我的人脉，我的朋友们。听明白了，社交软件可以删，这是你做的让步是吧？对。但主持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反反复复说过很多次让他删掉那些异性朋友。不是，那不是您舍不得吗？那但是这还是我的底线呀，我还是会生气呀。那您走啊。那我不是心软吗？对呀、啊，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挺有毛病的，我就有的时候总想去挑战自己，就有的时候微博上看过一句话，就说如果一个浪子能够为你回头，那可能他一辈子以后就眼里只有你一个人。就我就好像总想去征服这段感情，但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力所不能及。所以我听明白了，男生说我的圈子就是这样，我真的不花，对吧？对，我确实是不花。你看，女生就说对不起，我不放心。我不相信，也不是说不信任他吧，就我感觉有的时候就真的有点神经质了，我就自己都不想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哦，就他可能对手机笑一下，我都想过去跟他吵一架，我就恨不得有的时候把他手机给摔了，都已经变到这种不可理喻的程度了。啊，但我就不想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就所以才跟他沟通嘛。我也是为你做出改变了吧？就主持人，前段时间我拉着他去理发店，我把头发推光了。拍了一个自拍照发了个朋友圈，干啥？跟他表一个决心，就是告诉他我从头开始重新再来，然后他结果还是这样，还是对我不放心。就主持人，你不觉得他做这些事情都是特别表面的一些东西吗？他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我俩之间的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你就不能把你那些异性都删了吗？你就为什么非要做一些表面的事情？就完全是一场作秀式的恋爱。都作秀式恋爱，您不是还陪着玩呢吗？今天来说我要接着玩，怎么个玩法？还说我不想玩了呀？我对他还有最后一丝希望。说白了就是他有这么多的毛病，但是这个人我还舍不得，是还是不是嘛？是。那就老师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你说你爱他对吧？我确实爱他。然后你说你的那些异性朋友你都不会给他们发生任何的关系。我也是这么做的，没有任何暧昧。所以你说的话是真的？对。你爸妈做什么的？啊？爸妈做什么的？我爸是搞设备的。哦，妈妈呢？我妈妈就是库房的那个库管。那你的祖传的按摩绝技跟谁学的？就是老师，我这人就是这样，就是贫，我从小到大就喜欢跟人扯。可真了？那你贫一个实诚的女生干嘛呢？你真的是爱他吗？你为了你的前女友
你自己痛到什么程度，整夜睡不着，我都能感觉到那种痛。而你对你现在这个女友呢，你还说你爱她，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没有。你有哪怕关心一点点她，你因为你的前女友，照你说的可以去玩各种的软件来舒缓自己，那你为了现女友的爱，如果你真有爱，你为什么不能删掉所有的软件，然后呢拒绝所有的女生？你更夸张了，你说我是有底线的呀，你突破了我的底线了，我的天呀，他一辈子会突破你一万次的底线，你懂吗？因为无所谓啊，反正你都会跟着他呀，你自己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自己都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还没看出来在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中你是什么？都按摩了，都祖传了，都白了，这也就算了，当着你的面还喂饭了，还要怎么样的底线？这些都算了，在你一辈子最恐惧的极致的一次，他唱个歌他都不来，他明明已经下来了，你打个车回去把他接过去要多久？你跟酒吧老板说一说，他老板能不理解你吗？老板说不定还给你配个保安一起跑过去呢。你跟你同场的那个人说一说，三个小时算什么，川哥一天说八个小时呢，唱三个小时怎么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丢掉工作怎么了？你现在不还是没工作吗？你都不肯去，你还想什么呢？还要陷多深，还要陷多久，你自己定。我在这两个人身上啊，我看到了人生当中几大非常悲哀的事儿。我以为我爱你，但可能最后会发现我爱上的只是爱你的那份感觉和收不回来的那份不甘心。付出太多覆水难收，得不到回报不甘愿离开。我失去过我的真爱，却没有真正的吃一堑长一智。我根本没学会什么叫捍卫自己的爱情，什么叫争取，什么叫呵护，什么叫陪伴。我经历过跟他曾经类似的一段事情，在自己最艰难最恐惧最无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彪悍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拿着武器站到我们身边为我们去搏斗的人，我们需要的就是心里的那个人，他出现了，他在那儿了，他看着你，他安心。你知道那份心里的那种笃定和温暖，你知道那个东西价值连城。但是你却选择了什么？我可能会失掉我的工作，我可能会让我的老板不高兴，我给你报警吧。选择了捍卫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但是你却没有想过他的孤苦无依。这一点我为你感到悲哀，你真的没有长一智。他说他需要陪伴，他空虚，对吧？但是我看到了什么？因为他需要陪伴满足他内心的空虚，而你为了满足他的空虚，你的陪伴却让你越来越空虚。对，我真的第一次我愿意主动地说请你离开他，让他通过没有了你的陪伴，然后让他体味那个难受的空虚，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做个爷们儿。真的，我是替你着急，因为人活这一世，遇到一个无论是什么样子都愿意去填补你空虚的女人，而你还在外面乱来，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原谅。如果你在失去那样幸福的关系，而现在你面对他你还不懂得珍惜，我只能说他不够爱你，请你慎重地做出考虑。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好，谢谢张老师。浪子回头的故事总是挺动人的哈，所以男生用一个一个故事讲给不同的女生，我甚至都在想，他曾经那份所谓刻骨铭心的爱情有过那么深刻吗？会不会这个男生再遇到下一个女生，会把你们的故事又描述成一个凄美的爱情，你如何在一场节目当中伤了他的心，离开了他，用下一个浪子的形象来求得下一个姑娘的欢心。我不觉得这个男生有什么真情，没有人能填补得了你的空虚，因为只有充实的才能填补窟窿，你用一个虚的再去填另外一个虚的，只会是无限的空洞。如果你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情感，最后最痛苦的是你，你既没有能力爱人，你也没有能力收获别人对你的爱。女生，
你不断地被他调动你的情绪，所谓刻骨铭心的初恋，所谓左一个右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女生，这些都是刺激你的。你在竞争关系中会觉得，那不行，我怎么能拱手让给那些女生？你被他不断地在刺激，这不是爱情。我希望你今天来这里能够清醒，我也希望你能够从这种漩涡当中走出，找对的人，做对的事儿，付对的情，好吗？是啊，停止这种漩涡吧啊！希望你能够快乐起来。男生，你自己好好思考吧。如果继续下去，你这一生都遇不到真情。啊，谢谢杨老师。爱是真爱，我相信是有真爱的。花心也是真花心。你啊，就一直在做概念的转移，说我没有做出格的事情，就能证明你不花心吗？你需要女朋友之外的人不断地陪你来聊天，陪你来度过闲暇，这已经是花心了。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来定义概念的，而是由你女朋友来定义概念的。她认为你花心了，其实你就是花心了。不是老师，其实我这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我给自己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不清晰啊，你怎么清晰了？你有你自己的一条线，但是你这条线不是你女朋友的那条线，她那条线和你那条线差距很大。其实你很厉害嘛，她谈四段恋爱，最长一段三个月，你一年多，你挑战自己成功了嘛？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你告诉我，赢了有什么意义呢？她就不花心了吗？好好看到自己手上这段爱情，好好了解自己爱上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一段孤独的时间，你不仅需要孤独，还得学会享受孤独。因为只有这个孤独才让你沉下来思考出很多问题，你就是没有这种思考的时间，用空虚填补空虚嘛，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是不是这个道理。同样的道理，学习享受孤独也是一个女性成长的过程。沉下来想一想，真心的面对对方，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确实做的不够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出现过，我对这些东西向你道歉，对不起。其实我还是挺享受咱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间，那段时间无忧无虑，每天很快乐很开心。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上面说该到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儿，咱们就踏踏实实做什么事儿。咱们既然选择了恋爱，我觉得咱们就将这段恋爱继续维持下去，至于结婚是以后的事儿，咱们不要往太长远的想，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先爱己，再爱人，先立业，再成家。谢谢两位啊，来，请回，请回。本节目唯一的官方报名电话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嘛，请开门。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